好，Paco 在这边嘛，好，小飞机，小飞机等下就会到。好啦，那依照惯例嘛，就是我要来开场一下这样子哈，然后这个活动叫做触电秀，就是闪电秀已经不够形容它了，那现在要改叫触电秀。好，好，那还是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嘛。如果有没有来过 Cos Cup 或是第一次来闪电秀的这样子，那我们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会有时间限制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时间限制是五分钟。好，那在五分钟呢，你要把场面 hold 住。啊，那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，如果你五分钟还不下去哈，这就 no fishing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不花太多时间，那我就把我的麦克风交给我们第一个 speaker 这样子。好 ，Grace Boy， 你 OK 了吗 ？Grace Boy，OK、okay、了哈，好。好，接个网路哈，来上。